外婆菜你学会这样做，一顿能吃三碗米饭。豇豆切成小丁，水开下锅，再开捞出来控水，油热下入五花肉末，炒出油脂，加入蒜末、花椒面，加入适量生抽，炒出香味儿，倒入豆角，放点小米辣，炒出水气，炒出香味儿，倒入一包外婆菜，炒干炒香就可以出锅了。你家要是炒这个菜，记得多做点米饭，我怕不够我吃。